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， 许久不见的小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今天要做的影片是音乐大挑战的影片，名字这样下对吗？音效。今天要做的影片是音效大挑战的影片，我还蛮期待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等一下要干嘛。你的东西你来讲比较好。好啊，好，没关系。我找了十段，可能从电影啊或影集上面的一个片段，然后呢，我们先听听看他原来电影里面的声音是怎么回事。接下来我会挑出三个选项，我会问他说：“你猜你觉得这个声音他们是怎么录的？”那他要从这三个选项里猜对。大家也可以跟 Sonia 同时一起猜，一起看影片，然后一起猜，看有没有猜对。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可能得几分这样。我好期待哦。对啊，所以总共有十题。那简单一题一分，那你就是过半数就算赢了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，来第一题。好，给你三个选项。第一个是，他就用差不多的方式，就是有人可能在一堆这种东西当中，然后拉起来。还是第二，他是用类似这个东西的东西录，但是不完全像我们画面上看到。或是第三，就是以上皆非，可能是用很特别的方式。我觉得没有很玉米的声音，所以应该是二，用类似的东西，就你刚刚说的第二个，用类似的东西，然后类似的东西，然后入的。好，你确定没有给答案哦？嗯。然后公布喽。好。好。答对了，所以呢？所以他刚刚拿了什么？他刚刚就拿了跟那个小孩被埋起来的那种几乎一样的豆子。好，那我们赶快第二题。那第一题我答对了。好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你觉得你有信心？你以为第一？我跟你讲，我都把简单的摆前面，让你先以为有信心，然后你就会一直用好像觉得自己直觉是对的方式去猜，然后后面你就会一直错。第二题哦，开始。这是音丝路的片段。对，我不确定是不是音丝路，但是总而言之，就是如大家所见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僵尸吃人的这个声音。好，那我现在也一样，选项来了。第一个选项，我们去模拟，假设的音效师他是去找肉啊，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、鸭肉肉类，然后去咬它。第二是，他不是咬肉，他可能是用一样，就是说。不，这是不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做相似的行为。第三是这个声音完全是以一个很无关联、想象不到的方式去录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很难选。那我跟你讲，他应该是吃西瓜。为什么他是吃西瓜？我觉得是吃西瓜。答案是，对啊。才刚吃成那样，好，我还蛮讶异，你会直接讲出一个好具体的答案，例如说什么吃西瓜。好，那我又对了，很无奈的再给你一分。我又答对了，下一个。你怎么那么强？那我又答对第二题了，两分。怎么办？我先开始觉得我后面会越来越难吧。好，没关系，谁叫你要小看我。好，那再来第三题喽。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。就是一个选项下雨的声音吧。嗯嗯，选项我已经有一样。选项一，就是说他们直接去搜那种下雨的声音。选项二是他们去模拟下雨的声音，但是室内不可能下雨，所以我的意思说他们可能模拟的是用一些水的方式模拟下雨的声音。答案是三，一样就是意料之外的三。我选三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东西很像什么谷物掉下来的声音，然后互相碰撞。它没有那么像真正外面收雨水的声音，没有那么清澈。三，确定好了？嗯，那我公布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直接看到下去。Bacon baby， woo！ 哇塞，我觉得这一题。我觉得这一题是很容易猜错的耶，结果你怎么还会猜？因为我也是听过雨声的，我也是在台湾长大的，雨下雨量最高的淡水长大的。那下一题，第四题了。好，来啊，下一题哦。这个片段是一个怪物的脚，
所以待会大家猜一下，这怪物脚步声是用什么方式去录出这个声音、这个音效 ？OK， 其实我觉得这一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都觉得蛮有可能，但我会选第三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还有它骨骼在动的声音，怪兽嘛，它可能肌肉比较发达，在动的时候那个肌肉可能会有很多，就我们在凹关节的那种声音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第三个。好，那你决定了，答案定下来了，那我就直接播到答案了。好。你答对了，对啊，因为它那你看懂，它是用螃蟹的。我觉得你可能有猜到关键之处，你提到了骨骼这件事。对，骨骼。你怎么那么强啊？不行哎、欸！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你直接要不要？我再对一题，我们就不用猜后面五题了吧？万一五题呢？你通融一下。不行。我说商量一下吗？嗯，不行。我是说，哎、欸，我还没说完，我要谈的条件是。不行不行。影片太长了，已经27分钟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继续看你能。我已经赢4题了。好，看你能多高分。我还有5题可以错的机会。好，我们赶快下去。